是你？站住！说，是谁派你来行刺朕的？不，陛下，我迷路了，走到这儿的，我真不是刺客。你看哪个刺客没武器啊？啊！就算你不是刺客，你知晓了朕的秘密，朕也留不得你。陛下，我一个太监，人微言轻，我说出去也没人信呢，是不是？况且，现在北辽刚吃了亏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您杀了我，只会少一个推心置腹的忠臣，是不是？算了，念你今天立了大功，滚吧。谢陛下。胆敢擅闯陛下寝宫，找死！怎么又来一个？女侠饶命，我是个打酱油的。嘴住，放开他。陛下，他看了您的身子，还知道了您的秘密。无所谓，他是个太监，算不得真正的男人。陛下，这是晋升房太监的名册。站住！这晋升房名册上为何没有你的名字？你不是太监。